你喜欢美凤有约，美凤就大概中午用餐愉快啊，外宾拢真爱泡茶。啊，甲我讲吼，茶吼那好的茶米，它有好的这儿茶素啦，吼，啊个微量元素啦，所以讲我来去日本的时阵呢，我来上茶米，日本人伊嘛真介意呢。而且我感觉讲吼，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，你来滴泡茶的时阵吼，迄嘛是修身养性呢。诶，日本饮茶时吼，过去曲线绵绵格格足济，啊，咱泡茶吼嘛是安尼泡时吼，伊学问嘛真深嘛，应该安怎把这个营养素拢给啉落来？今仔个大家来学一下，我嘛来啉一下好的茶米哦。好，请教这一位呢，这位呢，听讲因翁嘛真爱泡茶，唔知伊对茶有了解无？我们欢迎于浩然。大家好。想喝茶又怕喝到品质不好的茶，伤身又伤荷包啊！真的哦，像加茶那不好的时阵哦，你们搞的啊，对胃折折啊是比较重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请到他，也是算是生活达人，他懂得也很多。我们欢迎陈鹏。同学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因为我平常身体不好。都是靠喝茶来养生，所以好茶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。是哦，哇，安尼伊对茶应该蛮重了解。好，当然，咱嘛要请到对这茶米吼哈茶叶最有研究的达人来跟咱分享，安怎来啉这个茶叶，安怎泡茶才会较对嘞。好，我们欢迎喜哥。嗨，大家好，平常要多喝好茶养生，而且要喝有一定品质的好茶。这最重要。真重要。好，咱拢有想讲茶米。是不是这地铁就安尼泡？有人讲伊啉了走走，有人讲空腹袂使啉，有人讲食饱后哦，又错了再来啉，这东西合分啦。那老公王宗平喝茶吼？喝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我从小就喝茶喝到大，真的，包括我的小孩，所以喜欢喝茶的人，原则上他不喜欢喝水，因为水没味道，你喜欢茶香。水你啊，都啉无啥会得去安尼。参谋，你对喝茶都很有研究。当然啦，好的茶叶要挑有四大诀窍。第一，山头、气候、品种、做工，看你要喝哪个山。因为台湾宝岛嘛，足侪山顶都有茶，但是每一支的山头拢无同。啊，再来气候，你是要纯啊茶，还是要淡啊茶？那个选起来的感觉又不一样。好专业哦。所以我很喜欢喝。因为闻到看在弄大鱼大吧，我爸爸都是三高问题，那唯一能够帮助的方法就是喝茶，消脂啊，不会那么油隆隆这样子。那喝好茶其实要注意就是这儿茶素啦，就是我们常讲的专业名词叫茶多酚。啊，这就要来请教咱这个达人，为什么你对这茶米这么有研究呢？因为我做囡仔的时阵吼，阿公阿妈吼都念伊念条条，都陪阿公阿妈咧树下卡咧兄茶，你啊泡茶，所以啉了四十年的茶。真正是茶叶达人。因为阿公那家己要啉的，应该拢有去研究要啉什么款的茶较好吼，所以你就对这茶米真有研究。从拄下讲陈鹏讲的，就是讲爱分迄个。什么山头，或什么天气，这茶米是要哪分好吧？一般吼，咱来讲啊，茶就讲分好茶和歹茶，吼，这是一般的人吼。一般真正啊，讲开始要啉茶吼，一般人讲的要啉清香啊，啉纯啊茶，要啉阿文啊，啉淡啊茶，对啊，是安尼的分呢。啊，这是真正老套等级的分呢。啊，再来分伊的深度、宽度，还有海拔。是安尼分。那一般我今天要甲大家来介绍吼，主要就是今天你上台湾上有名的两支茶。外国人上知就是叫做阿里山茶。台湾人的老他叫做雷山茶。这有含义啊，有啥物？阿里山海拔大概咧千几公尺。啊，咱台湾的人愈啉愈好，愈啉愈好，以后拢啉要两千公尺左右的雷山茶。雷山茶就是老套等级的啉的啊。这有分，所以一般人唔知道，讲啊，我啉茶，啉茶，啉茶。其实，全部咱台湾自北部到南部的茶山有两百几支，所以吼有真侪地区。我上有代表的就是干那阿里山含这个雷山，所以我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说，这两支茶的特性含优势，含外国人为啥物讲阿里山的茶好啉？其实吼，色泽要讲啊，要讲呢。对，它颜色有一点那个，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差异。因为阿里山的茶，你看这吼，颜色色底有较高淡化，最具代表。对，就像浩然这样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，所以它水。
然后梨山，因为梨山那弄怎样，那抓店有什么种水果，所以它会多了果香。哦，梨山的关都嘛较关，比较干净的气候，所以梨山的茶很具代表。边啊这哦，这是为什么那么碎？这是一般人在外面你买得到的，就是人讲地基挂地帽，啊弄种嘎子会。其实现在要最好的茶，你要手采。嗯，较早咱讲哎一心二意对不？拢讲那心内甘，口内芳。但是好茶其实要一心三叶。一心三叶，哎泡开就怎样？对对对，对，就是真正爱泡。哦，啊，你若讲伊外好，古都外好吼，干那还是两句话，好茶一定是手办的，无可能是机械剪的。哦，这其中这是上基本的。啊，那好茶用手办的，过来就是泡伊的熬温，伊的芳度，伊的回甘度，所以人讲是各有另外三句话：茶爱清，所以请大家来啉看嘛。好好，茶爱清，哦，老师今麦要教恁安怎来看茶。哦哦，茶其实是一个足深的学问。都刚美凤姐讲，送茶要送给日本人嘛，送给民主，送给对，唔通讲送迄茶讲恁袂苦涩，袂断根。这样安尼，好来，先甲倒起来。这支安尼叫蚊香杯。豆豆来片，豆豆来片，片差不多五秒至十秒，有搁断一个开，十秒至二十秒搁断一个开，哦，有凉底无？有香无？哎，透早安尼片哦，提神醒脑。对啊，雕香，这茶的香度都有够。雕香，雕香，雕杯啊香。对，嗯。啊，你刚刚看这个杯底，嗯，人讲的有清澈，有透彻无？茶爱清，对，茶已经香啊嘛，对啊，茶爱清。清就是有看到底，这叫清哦。啊，再来啉，苦甘甘，这就是基本的清、香、甜。哦，有淡薄苦吼。哦，爱甘甘，有回甘。对，底也袂甘甘，甘涩迄卖啉啊，迄就伤胃。就咱讲的会挂胃啊，迄就是技术啦。阿里山地吼，它一般吼，伊的肥度吼，拢甲肥落去一点点啊，大概两分外一挂。因为海拔大概咧千二至千四，这个较大的地，其实毛讲我要挖千六，不过这个地呢，伊较特殊，伊为啥物特别讲这个千二到千四，是伊这个地已经去世界比赛得顶的啦。哦，所以你即摆你啉的时候，有感觉这个嘴吼已经有断甘，而且跟冷水，含外口的人讲，茶啊，一直你啉的时候，袂安尼塌塌涩涩，哎，茶就是爱啉冷水，送下落去。啊，你这想哪泡？就是茶米下落去，水下落，头一个甲倒掉，第一泡倒掉。正常来讲，人叫做洗茶。洗茶，哈，啊，因为这只茶吼，甲特殊是讲一般的人吼。拢是烧水紧冲了，紧洗，吼，刚刚就开始标准泡，啊泡大概泡分半，一分钟，哦过三十秒，哦第二泡大概差两分钟，都大概安尼入去哩，啊正常一只茶大概拢泡六泡左右，诶泡六泡，啊那好茶果一个技术吼，等下就是要恁啉看，什么叫做冷泡茶？哦，诶一般人讲茶吼惊冷，是好茶唔惊冷。这就是国是一个考核它是不是好茶的最基本的门槛。嗯，哎，一般来讲，好茶会香，对，冷茶嘛会香，冷茶过来兼断甘，啊，这都是以前的就严苛的考验啦。嗯，所以冷泡其实更可以知道茶叶好不好。现在你看看，而且你看得出来，而且很透。规律吼，对，看得到它一心三叶，然后你看上面哦，人讲哦，茶汤泛油光，茶色见底光，要清澈透明，好押韵哦，有一点点琥珀色的安尼，对，这才叫好茶。因那有污染的那个，就泡出来就会有点啰啰挂淡薄哦淡薄，那就是不好的茶。你看，阿金嘛这是，所以这是什么茶？什么茶？来，你这个是梨山的，这个是梨山的，你可以看。梨山的茶，你们喝喝看梨山的那个润度哦，哦，这金酱就清，然后没有那个渣，茶渣，而且它冷水泡还是有那个茶香，对对对对，就顺口哎。这是阿里山还是梨山呢？梨山，在梨山呢，有那个蜜香，而且你不觉得中午喝吼好舒服，无冷水度咕度咕，解油腻。养生养生吼，啉茶才是养生。啊，为什么讲啉茶爱啉着茶？啉茶啉着茶就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啉茶吼，它有微量元素。啉水是你补水分，啉茶是你补营养分。啊，这句爱学起来。好。
后来两下拢来啦，两下拢来好啦。重点就是吼，要请教你即马即豆豆完了，嗯，佮继续佮佮用冷水佮泡，是毋是？会使，会使。啊，偌久时间来？我大概甲你介绍，即只地好到三天，就是暗嘛，咱若要困吼，想讲明仔载要上班要去佚佗，你只放三公顷，就是安尼一罐。250亩，都是照顾你。嘿，放过暝，啊，而且用冷水落去放，会使放7天至10天拢未发酵，因为是纯天然的。哦，等于我喝完还可以再一直加冷水。对，这便利商店无共，便利商店红茶会使放6个月至1年，这拢纯天然的，7天至10天，所以啉茶要啉天然的，健康好茶。那我很好奇，就是说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买一些高价位的茶叶送朋友，可是有时候朋友就会跟我们说，他回去泡出来的茶叶不会像这样是清透，它会比较暗沉，它那是跟茶叶的问题还是？哦，这个不一定是茶叶问题，咱先来解研究是，是咪茶水的问题嘛，是一个真大的研究的学问。哦，茶吼要泡要加三种水，碱性水、RO 逆渗透，跟过滤水，这三种过滤的太干净，没有矿物质，跑出来的茶未滴，不过好的茶要怎跑未滴，因为没有矿物质，人讲爱用酸泉水就是这个原因，唔但去便利商店买什么 pH 5.6，哎跑了以后氧化水变灯哦，水有哦。所以水是真重要，有诶，佮泡出来讲奇怪，啊，你地上泡出来那那金黄剔透、水当当，叫我等下厝诶泡出来那翻乌滴，唔记记啊翻乌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是水诶问题，唔是茶诶问题。阿内吼，趁我现在吼还记得那个阿里山的那个味道，另外来另外一个，好，我们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这茶吼有淡薄冷啊，麻烦吼，咱门前清一下啦。门前清，门前清，小改啉好了。我先倒到蚊香杯，这个光再倒就闻得到它的香味了。梨山的味道真的是。我先跟你报告，如果是你无啉就好茶，香港去啉就较好的茶吼。咱讲的吼，心头闭花开吼，迄心情吼，规个轻松起来。咱讲啉茶就是咧分享啊，啉好茶，吼讲话嘛，甲会投机，甲讲的话。啊，对啦，无怪人咧泡茶拢喜欢开讲话。嘿，啊，那啉好茶，那开讲，那趣味。这嘛是第一泡就对啦。对，这第一只。对，吼。那一般咱咧外口吼，你品鉴吼，你比赛啊，是讲要试茶吼。这茶吼，就是要哪啉哪享受，鼻去汤匙啊有香，这只茶有好啉无？就是个感觉尔。人讲人生就价值啦。啉茶随便啉迄个贵口，啊，这啉这好茶，有香无？有香无？有感觉你生日内底啉一泡迄个忘忧茶，就赞嘞。人生什么压力都无啊！哎，你真的很爱茶哎！你讲到茶，你就整得开心。哎呀，有香哈！哎，有呢。有哈！你话说个冷饮啊？嘿，有个调香，个冷香。嘿。不管是阿里山还是骊山，都可以冷泡。都可以冷泡。这只茶哈，你看，这个茶叫水加种，八丁加啥？迷你以下的茶粒啊，茶壶一种台雕，哦，这用心的做茶，真正用心。所以讲到茶粒咧，而且过来看哈，伊无偷工减料，大粒拢翠绿，翠绿都没有混茶，都一致一个颜色。哦，啊，你来看，迄头前去放迄条茶壶茶粒吧。啊，这就外面嘛，人讲咧，这美凤姐，这一栋一万块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伊个不管是烧冷，伊个冷泡还是讲烧泡的，你看茶叶吼，迄茶几边啊吼，有够水的。我为着这吼，特别去也请教，伊了啊吼，唔敢家己技术拢讲好听，不过大概有甲点一下，就是全部你吼冷清的时阵吼，人一般拢自头到尾啊48点左右了，一加6点钟，加打6点钟就冷清，搁加一盖。叶啊，咱内底有经脉，就敢那注意讲有鱼的脉络。那一般冷清就是要等鱼的脉络，都是袂脱水，袂脱水是要创啊，就是要家己的茶碱儿茶素含量提高，茶碱降低。茶碱就是会刮味的东西，对，好啊，所以讲让茶理解就是尽量把茶碱，一共是为了加6点钟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我们平常就可以
喝个茶，然后好像那个嘴里头也都是那种清茶香味，对，茶香味。你知道儿茶素其实可以帮助我们，像很多的医学报道都有讲，儿茶素可以帮助口腔，所以儿茶素是很好的。讲实在吼，恁是专家，恁知影茶味就好啊。阮因为你，我就了解茶味。不过目前到今嘛，我唔知讲安怎泡。到你安尼到底是下偌济水？这个冷泡茶啊，这是茶味下偌济？因为这泡开的嘛，啊，伊达到到底是偌济？你讲者，我今嘛要甲你介绍吼，这吼茶吼用心做甲种程度了。哇，这安尼有水无？这就是哦，茶安尼泡开多六公克，拢甲你设计好啊。六公克，六公克，你即马泡的全部拢六公克。哇，美凤姐，你看很漂亮哎，而且它上面有写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梨山的、蜜香的、阿里山的、好洞顶的、高山的，然后这每一个就是六公克，就是一够了，所以这刚刚是三公克嘛，这是三公克，泡两壶，对。啊，如果你要泡那个龟壳呀，就是一次倒它，也拢变杂哎，你不用拿那个茶匙去量，哇，方便呢，你赶快。哦，它等于三克就可以了，哎，那很省哦。对，很省。所以人讲饮在健康地吼，免买饮料茶，哎，饮健康的茶就是安尼。我们现场可以喝，可以试喝，就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喝比较浓一点的洞顶乌龙。哎，洞顶哎，来行啊，可以。洞顶乌龙，好，来，我来帮你弄。这个其实很方便，就是我觉得出外好方便，就是对，直接这样打开。美凤姐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，我一讲有一个朋友讲啊，泡茶吼啊，茶那拢未开，我讲吼茶爱开，茶水爱开，茶才会开。结果伊讲我的茶那拢未开，我讲你水一定无开，所以叫茶爱开，咱再来泡茶啦，这是笑话。所以是我们泡好茶啊，茶爱开啦吼，温度爱滚，啊！如果寒天拢爱保持要滚，热天滚来以后稍好冷气，我紧，嘿，这样呢足方便的。对，意思讲你厝家己是安尼泡，嘿，我就安尼泡。啊，即马茶米你跳舞啊，哎，有啥物要跳舞？伊要舒展开，因为滚啊，要甲舒展，要甲萃取伊的。也地开下面一个儿茶树，哎，啊，这种加手工的，伊这地吼，好就是好一代。手工的地吼，伊咧舒展的速度较慢，机械剪的速度足紧的，捧起来就开啊，哈，啊，你看叶啊吼，拢哩哩啦啦，啊，这种手办的一叶一叶一叶，一心两叶到三叶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好茶不用洗？对，一般我们有的都会说第一道、第二道都要冲掉、冲洗一下。那都是平地茶，因为平地茶，比如说像石门水库旁边那个，对，就 N 蹦蹦啊，车死车来人往，高山茶人都不太容易上去，也不会有车上去，那个环境就有点像有机的环境这样。所以我们茶还是要给它滚那个水，还是给它。对对对对对。人讲的哦，啊茶那拢还未开，啊就茶还未滚，要哪会开？所以茶爱开，好才饮到好茶。对啊。所以个泡茶礼拜，泡茶礼拜哈，来，啊这茶有茶水有清无？有，真的清透见底光，你看这是洞顶乌龙茶，对不对？茶水更加清掉，日本人爱啉这啦，伊啊人啉淡开的茶开，所以日本人啉遐清茶啉无，伊啉爱啉这种有香的，哦，嘿，洞顶的味道又不一样，好来，足温和的，嘿。香气也不错哎，对，来，喝起来会有点甜甜的。这个茶是真的很好喝，对，很顺。因为有一些洞顶喝起来会苦又涩，就浓郁有点涩。美凤姐，你这样边挖那个叶子，有没有边闻到茶香？有，而且你看他一个人，他都喝完不落去，喝完不落去也喝完嘞，袂安尼哩哩啦啦，香，真刁香。嘿，人讲的哦，你含人你啉好茶吼，爱查讲这茶有好无，甲不能啉真有面子。茶爱啉到咱的安心，所以这茶味对对来，安怎做的这个过程，嘛爱是予咱有保证才会使。我讲我大概甲你讲一下吼，这两只茶吼拢是对吼，去外国比赛敢那对奥运安尼，是拍国际杯哦，这特别。来，今仔来介介绍这哦，无同哦。伊去比利时米其林食品等级米其林 ITQI 得上大的金牌，三颗星的。哇！嘿，而且这茶吼真厉害哦。伊这茶吼是外交部指定的国礼茶，所以我唔该今仔日刚来讲茶叶达人来甲你介绍这两只茶，我
一吹出来讲，好，有这好啉的茶啊！伊有法度做到这关卡的吼，啊，佫使比赛得冠军、摕金牌等啊，三颗星的吼，伊嘛真正无简单。伊是有进口欧盟 SGS 目前台湾相关的等级481项进口检验报告，而且得做到有 FDA 注册，才能一支，专台湾一支，无第二支。所以这只茶饮的安心，来讲饮健康，不是饮农药，嘿，茶啊饮这种的啊。嗯，其实拄啊吼，安尼分享的这吼，这上类嘛袂歹呢。对，我刚才也是在想，我们两个超喜欢，就觉得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一些节日，过年过节送人家这个，第一个它很精致，第二个喝好茶，其实真的是对身体是很好的。对，咱台湾吼，真正哦，就厉害，嗯，那个拿工吼，迄啰。水果，嘛足有的，哦，还有那个，即卖米嘛愈来愈好，鱼也越来越好，茶米搁较厉害，你看，伊迄茶米吼，咱啊啉了对的茶米，对咱身体是袂歹，所以咱就爱学起来。拄好喜哥讲的，安怎去学？知影这個茶叶是人工慢的，啊，佮伊的发源地是伫倒位，这拢是足深的学问啦。好，啊，你来想啊，这好物件吼，好我家己食者，有时嘛甲朋友分享，咱卖家己唔敢食，好拢互别人。嘿，咱家己买食，我来食，然后来送好朋友啊咧，送礼啊，还是即个普通时期啊咧，诶，朋友遐者，我们遐个也是过年，这都是未歹伴手。我大概做几下参考哈，哎，要送礼要送到好的东西，送到人家心坎里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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